春风广播到着永江，彰化县政府为着要勉励无私奉献、点点啊打拼的资深加特殊的优良教师，14号早起伫报到国中举行105年度庆祝教师节表扬资深加特殊优良教师大会。彰化县县长魏云国感谢所有的教师尽心尽力、辛苦的付出。并且献上上辛苦的感谢加祝福。我们的教育成果啊，都是要感谢在座的各位啊，默默的耕耘啊，常年为我们教育默默的啊牺牲以及奉献。在这个特别有意义的日子里面啊，铭古感谢啊所有的老师对我们教育的投入，让我们的孩子啊都能够有你们的付出。啊，有优质的学习的啊领域，那我们老师也都能够啊用心的啊教学，那校长也都能够努力的领导啊，让我们的小朋友啊都能够发挥啊他们的专长。我们的一生哈、哦，都是在接受人家这个万物，接受万物的滋润。所以我们也是要一个存一个心，要奉献给万物了。这摆接受表扬的教师，包含教育奉献奖4名、师德奖4名、行动分红奖7名、优良特殊教育人员2名、特殊优良教师60名，甲服务满20年、30年、40年的资深优良教师。473名，总共550名，每一个得奖的人背后拢蕴藏着温暖感人的故事。毋忘以因的优良表现，正做行动优良教师的典范。公益频道林俊明报道，采访报道，关怀电台台语配音。